在富婆家当保姆的第一天，我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无权为你服务的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想问问你，想不想挣点外快呀、你想干嘛？我最近睡眠不太好，有点失眠，要不你陪我喝点？喝酒啊？什么价格？就50啊？500。啊。正好我也想喝点。那你只喝酒啊？那不然呢？不是，我是不是要少了我？你干嘛呀？你赶紧喝呀！喝完咱俩睡了。来来，我给你买上来。光喝酒啊？啊，这不你说的吗？要不我们玩小游戏吧？好。什么游戏啊？真希望大冒险。可以啊，50一把。你怎么不去抢啊？行，那随便你，你要玩就玩，不玩算了。哎，行吧。50一把啊！来，石头剪刀布，嘿嘿。真心话。哦。你。你吃过鼻屎吗？你这问的什么啊？哎呀，我这不也想不到问什么了吗？快，吃没吃过？没有。啊，行，哎，我吃过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哈哈。大冒险。大冒险是吧？那个，能不能过分一点？行呀、啊，愿赌服输嘛。那你吃个鼻屎，快！你啊！哦耶！哎，你家好像没酒了，还喝不？喂！哎，家里没酒了还喝不喝？啊？说你喝不了还喝那么多，行吧，我扶你回房间。来，哎呦我的天！慢点，躺。哎呦！杨子，他现在可是你的女主人。想什么呢你？但是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操！睡了吗？我都躺下了。你是不是感冒了？怎么声音都变了？前两天有点着凉了。哦，行，那你早点休息，爸在你这住一晚，明天一大早的飞机，你这离机场近。好的，爸爸。哎，你这怎么没有装奶器啊？我靠！富婆当保姆。你给我起来！起来！啥？你干嘛呀你？你怎么睡在我房间啊？哎呦，你还好意思说？哎，昨天你喝多了，我刚把你扶进来，你爸就来了。他说什么要在你这住一晚上，搞得我一整晚都不敢出去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你以为呢？你大嫂跟你有病一样，真是。那昨天晚上，你有没有对我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杨森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你就算忘了站我面前，我都不带睁眼看你一眼的。想什么呢你？你干嘛？你给我滚去！我爱心照片好好。给，把这个签一下。这什么呀？鉴于你昨晚上正直的表现，本小姐决定正式聘请你为居家保姆，月薪12000，这是劳动合同，也算是给你的保障。姐，算你还有点良心啊！你叫李苏苏？嗯，对啊，怎么了？
是不是很好听？哎呀，不是，我初恋也叫苏苏，你说这太巧了不是？啊，那你签不签？我先算了。哎呦，我签签签，姑奶奶，我签我签我签。OK， 就这张是吧？嗯，不是，你这保姆手，这保姆手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虽然你现在是我的保姆，但是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我不得给你立点规矩啊？嗯，我觉得合理。那这样，那你说来听听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可以吧？行。一，未经允许不准随意动我的东西。没问题。二，24小时不能关机，随叫随到。可以。三，早上起来必须跟我说早安，睡觉前也必须跟我说晚安。啊？四，在家里不准给别的女人打电话。不是，嗯。五，你晚上睡觉不准关门。你拿来给我看看吧，拿来给我看。哎，你这前几条也就算了，你这个晚上睡觉不准关门是什么呀？万一到时候小偷进来了，我遇到危险，你肯定得第一时间保护我呀。你门关了，到时候来不及怎么办？我，哎，那你这还空着这几个是什么？这个我还没想好嘛，到时候想好了。再写进去，反正你签字了。不是，喂，有道理。